之前那个隐藏可乐的，哇靠，店面扩张哎，重新装潢，真是赚那么大。然后刚才回来找他是想要来跟他买两条烟啊，明天要去朋友家做客，想要买个两条烟当伴手礼，我不知道买什么，就听朋友讲到这边做客蛮常送烟的，然后感觉请那个老板娘推荐两条烟给我，一条380，一条400，这边烟怎么这么贵？餐厅有看到你在卖中包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因为在那边没吃过。没有什么料的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喝不完。今天开吧。所以是没有滤嘴，就是因为要抽水烟用。哦。下面不要全部都是，你留着你风吸嘛。对，你可以提起来一点的，对对对，这样。边吸就边提起来一点。对，吸一会儿，放开一会儿。对，大概这样。东南亚风情。因为它烟的劲儿比较弱，你可以大口大口的吸。是这样子。新地啊，新地，拔了吧！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芭蕉。芭蕉，芭蕉的心。哦。介绍一下这个鱼沙子，鱼沙子，一个生肉，然后用那个醋把它咬熟了，非常配料，然后那个是生的鱼肉，要泡多久？要泡多久？
十分钟，十分钟就上，就变这样。因为那个米醋它上翻度蛮高的。然后非常受欢迎。这里没有酸酸辣，有啊，你吃到那个辣椒的香味就是来自于哦，那一般的辣椒我们吃那个味道就也不是这个香味，它要的是酸酸辣香味，特殊的那种香味。哦，这个没有很辣，你放很少放了点。哦，是因为我在的关系吗？还是也没有完全就是因为哦，其实就我们正常吃酸酸辣就是吃的是但是它的香味，然后特别能吃辣的，它可能就多踩几下，多踩几下，让它那个辣的那个。辣素吧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一百件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是今天晚上入住的房间，一张双人床，衣柜，一个办公桌。非常舒适，一个晚上零元，但是要喝一整天的酒才能换到这个晚上的住宿。好，现在在良和县，我对地理位置有点概念的，就会发现靠，为什么前一天还在大理，竟然跑良和了。对，良和就是在芒市旁边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地方而已啊。莫名其妙要跑回德宏，然后为什么要跑回德宏？真的不是德宏文旅局要付钱给我，不是业配。就之前有提到那个芒市的大叔，然后上次跟他出去喝完酒之后，八月中就跟我讲说，他们家子女婿要回他们老家，然后他们要一起上山抓鱼，问我有没有兴趣，然后想有这么难得有机会可以去当地人家家里面拜访，怎么可以错过嘞？所以就明天跟我自己计划路线完全不同方向，然后还特地开了300-400公里回来，高速公路的过路费要付了100多块，应该没有开过这么远，然后又走高速公路的，开了7-8个小时吧。好，昨天早上跟他在芒市汇合，从芒市出发，开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，然后到良和县，他们家其实也不在良和县市中心啊，良和县山上，良和县芒港村还是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芒港。然后他们家就是山上一个寨子啊，我真感觉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，就公路开开之后就进入小路，然后路超小的，然后是那种铺石砖的那种，然后小到完全回不了车，甚至我觉得比我面包车再大一点的应该都还开不进去。其实有点像我们台南老家，就小时候阿公家那边就是路都超小的。然后寨子里面有养牛、养鸡、养鸭，跟我们台南家很像。然后到之后可能11点左右啊，然后就开始准备要吃午餐了。一坐下来开始喝，哇，他们超妙，吃饭是没有饭欸，只有菜。有些人吃菜然后配酒，然后喝酒喝，明明也不是吃菜配，就是吃酒配菜，然后一直喝一直喝，喝到差不多之后欸才开始吃饭。然后饭吃一吃，吃饱之后休息一下。其实没什么休息，就还是一直在喝。反正到大概2-3点，然后就去山上抓鱼。那山上有一片田啊，也不知道是只有一片田啊，感觉好像整片山都他们家的还怎么样。然后就有田，然后有鱼池，然后就去鱼池里面抓鱼。然后他们鱼都全部原生态放养，超肥超大，大到有点夸张。然后鱼抓完回来，哦，又开始下午茶。
就下午茶、下午酒，弄一些点心出来，然后配酒开始喝到晚餐，然后晚餐也是继续喝，然后晚餐里面有一道最特别的啊，就是鱼撒，就下午抓来的鱼，然后把它剁碎，然后加上酸水蘸料吧，然后一些葱啊、辣椒什么，反正就是撒撇里面的那些蘸料、新香料。那鱼撒卷特别啊，就你不讲话，你吃不出来那个是生的。那用醋泡过之后，那肉就有点熟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是什么化学反应还怎么样。之前我都没有吃过这样子的，就用醋把它弄熟的鱼肉，然后吃起来就像撒撇一样啊，酸酸辣辣的，开胃，很好吃。那他们吃法就是一样，用米线去沾那个撒撇，就是说用高丽菜丝，或是下午抓的那个鱼炸过之后，那个鱼也可以再去沾那鱼撒。然后晚上还是哇，一直喝，一直喝，一直喝，喝到差不多十点吧。那十点我就觉得差不多受不了，就跑去洗澡了。然后说十一点一躺上床，哇，马上睡死。然后他们其他人来继续喝，超夸张。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听他们讲，他们昨天喝到晚上十二点一点，突然想到说想要吃烤鸡，就去门口抓了他们自己养的鸡，抓来杀，杀了之后把它烤来吃。然后他们又喝到两三点，疯狂。然后他们说什么？昨天晚上一两点有来敲我们啊，因为我说要不要起来拍他们杀鸡烤鸡，我就完全没听到，睡死。起来大概九点十点，哇，又开始烤猪肉吃。就是、他们这边有吃火烧肉啊，就他们说银江是发源地，但他们这边的火烧肉比较好吃。就早上九点十点开始吃火烧肉当早餐，然后一样配酒，还是火烧肉吃一吃喝一喝，然后。十二点又开始吃午餐，吃午餐也是喝酒。然后他们今天中午弄一个过熟米线，他们讲过熟米线啊，但跟我之前吃的过熟米线不太一样。他们就米线，然后里面有拌豌豆粉，然后还有什么一样啊，就一些香料、辣椒、蒜头，然后还有加折耳根在里面，也是蛮特别一道菜，因为外面应该吃不到啊。就这样子，我吃吃喝喝，我是本来打算今天就要走了啦，所以早上开始就没有在喝。不过他们还是一直哇，早上喝，然后中午喝，然后中午一直喝，喝到三点左右，到我离开，他们也还在喝。那这样子喝了一整天，也没有到一整天啦，昨天从中午喝到晚上，大概喝了十个小时，然后今天早上看他们喝，也是看他们喝了四五个小时。聊了很多啊，做很多交流，没有办法全部记下来。那另外是我觉得，就跟人家吃饭喝酒，好好聊天，就拿出相机一直拍人家，感觉很怪啊。所以中间拍的画面没有很多，所以我很佩服那些有些博主，然后我们去到村寨里面，然后陌生开发，跑去别人家说，可不可以去人家吃个饭？然后跑去人家吃饭，然后完全不认识、不熟的，然后就拿着相机一直对着别人拍，我觉得也蛮厉害的。所以他们记录的画面比较丰富啊，我记录画面可能就比较单调，我就只能靠自己用眼睛跟用耳朵、用心去记忆这东西啊，也没有办法拍成影片。我觉得这次来体验到最深刻的是，这边人真的是都很自然啊，然后都很大方，没有在跟你客气了，没有在客套了啦。就刚才前面讲说是那个芒市大叔，他一开始讲是说他侄女婿要回老家吃饭，我想说怎么是侄女婿回来吃饭，侄女没有回来，奇怪。然后后来坐下来就开始介绍啊，这是他侄女婿，然后另外是他妹婿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所以侄女跟你妹在哪里？我是没问啊，然后反正就中间这样子聊聊聊的时候才发现没有欸，他妹跟他侄女都没有回来，也就只有侄女婿跟妹婿回来，所以一桌有一些什么堂弟表弟，然后侄女婿妹婿大哥，整个村寨的亲戚啊都跑过来一起吃饭，场面非常热闹，然后大家也是都没什么在客套的，大家好像都跟亲兄弟一样，互相吐槽啊、聊天、喝酒什么的，打打闹闹的，非常亲切，就像小时候台湾过年的时候，所有亲戚回来大家一起吃饭那种感觉。但只是我觉得比较特别是，好像没有碰过那种姻亲自己单独回来的。就假设去舅舅家，好像就通常应该是会跟我妈一起去啊。
就不太可能去舅舅家了，就只有我爸跟我去，我妈没去了。然后或者回阿公家，如果姑丈回来的话，通常姑姑也跟着回来，就没有看过姑丈自己回来，然后姑姑没回来。看到这样子全部打成一片关系，我觉得哇，真的蛮特别的。然后每个人都很热情好客啊，都很友善啊。就虽然是那个芒市大叔带我回去的，但呢中途可能有去买东西啊，或者什么。今天早上比较晚起来，就其他人看到我也是很热情的招呼我啊，带我去村寨里面逛，就感觉把我当自己人啊，就也没有再跟我客套什么的。然后那个芒市大叔他今天下午就要走了啊，然后其他人就说欸，他走他的啊，我没有必要跟他一起走。其他人就叫我欸，多留两天啊，多留两天。我就想不要，再留下去也走不了了。那就让妹婿本来打算今天要走的欸，就真的多留一天了。你觉得今天多留一天，明天应该说欸，再多留一天啊，后天再多留一天。明日复明日啊，有人走不了。然后就讲说，靠，白皮站上面就写说台湾大叔自驾环游大陆，靠，感觉都在环游德宏而已，德宏州都走不出去，所以今天还是决定离开啦。感觉哇，推了超久才真的走成，就是不走的话，感觉肝可能会受不了。不过他们也不劝酒啦，反正就是如果你不喝的话，他也不会怎么样，每次都是随意，都没在干的。所以昨天喝的刚刚好，很舒服啊，就是有点醉，然后有没有到吐，也没有到头痛的状态。洗个澡，一上床就关机了，一觉到天亮，早上7:30-8:00就起床了。然后中间他们来敲门也都完全没听到。然后今天道别的时候，芒市大叔突然讲说，有缘再见。就突然想到，对，下次见面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。我突然有点舍不得的感觉，就难得可以在异地碰到一个这么亲切、这么聊得来、然后频率这么合的朋友，非常难得。然后有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可以去他老家这样吃吃喝喝，大家喝酒聊天，非常开心啊。啊，之前已经跟芒市说过一次拜拜。然后今天呢，真的是啊，跟德宏真的拜拜了，有缘再见，谢谢照顾啊。补充说明一下，就之前在找旅游资料的时候啊，不知道什么，很多人说去云南会被割腰子，基本上旁边就缅北啦，所以之前很多什么诈骗都是在缅北，然后网络上就有在传说，干到云南旅游要小心一点啊，不要乱喝陌生人给的东西，然后也不要随便跟陌生人一起喝酒，要不然人家可能在饮料啊酒里面加一些什么东西，你喝完隔天起来就在缅甸了，腰子就会不见儿。那我上次影片讲说我在宝山的时候啊，那个便利商店的老板请我喝了一瓶运动饮料，然后下面欸，就真的有网友留言说，在云南这边接近边疆的地方，人家请的饮料不要随便喝啊。我想真的有这么夸张吗？这次的经验就是网路上不认识的人找我去他家喝酒，哇，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，喝到隔天要继续喝，还一直留我叫我不要走。他们是不是真的想割我腰子啊？啊，像我这样子不认识的网友，然后邀请我去他老家喝酒，喝爆干多了，睡起来也没事，那隔天还有好料的可以吃。你还是他们想要把我养肥一点再拿去卖。哦，我自己就觉得网络上面根本就乱讲的，不知道以讹传讹还是啥小啊。当地人讲说根本就没有听过这种事。而且这人喝醉要把他运到境外那么容易，那、你经过那些边检口岸，你要醉成那样子，你要怎么拿出证件给那些警察检查。网络上在查资讯的时候看到人家这样乱讲这些，还真的看到有人说
啊，本来想要去云南的，但最近看到这些新闻就不敢去了，想很夸张。是啊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小心一点是好事，但我觉得出来旅行，处处拒绝别人的好意，处处防着人，自己又错过很多的机会啊，自己旅行起来也不开心。那我觉得凡事都有风险啊，真的要零风险的话，就待在家里面，不要出门就好了。那出来就是出门在外，我觉得评估之后觉得风险小到不行，然后又可以换到一个这么难得的体验，所以放开心胸出去旅行吧。